像这种很强烈重拍的东西，应该也是要很有活力呀。嗯，对，我除了那个 Put Your Hands Up， 感觉很像有一点什么，其他那个 Lead Vocal 听起来也还是很平啊。哦，就不够。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要要要，记忆它是清澈的、晦气的。这天上星星有几颗？问我爱你有几分？如果要我打个分数，那大概也是满分。真的听都没听过，快乐在倒数。若你出现过，是否能幸福？应该把握每分每秒与你，懂得知足常乐，也学会珍惜。一阵风吹来，一阵悲伤，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生命。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说你也爱我。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and you。说你也爱我。It's only in the count, it's only in the count, yeah。说你也。谢谢。来来来，收入对 EDM 的概念。EDM 这种很强烈重拍的东西，应该也是要很有活力呀。嗯，对，我除了那个 Put Your Hands Up， 感觉很像有一点什么，其他那个 Lead Vocal 听起来也还是很平啊。哦，就不够。我觉得他们的分工有一点问题。哦，分工有点问题。对，来你们，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卡在那个帘子后面，所以看不到他们整体的表演，看不到他们的肢体表演。对，那可能看到肢体也不一定会加分。对，那我们先举牌喽，行不行再说，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的通行证？一二三，好，欢迎三位出场。欢迎，哎哎，星期天哦，星期天呐，为什么呢？新疆哦，晴天嘛，微微跟思文，你们是三个人一起玩音乐，是是，然后自己做这些EDM 的东西，对啊对啊。那你为什么有一个双节棍是要干嘛？对啊，没有，原本想说要去小房间表演的，所以就没有了。哦，哎，要不你这表演我看看啊，秀一下，好，来双节棍，来，好，来看看，都已经带来了。哎，你是真的会？哦哦。你很猛哎！你有的真的真的是会，我有，哇，真的真的有练过了，哎，哇，帅哦！